不同老师点名，语文老师。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都要上课了，买个水果还不回来，一会儿老师点名怎么办啊？今天谁值日啊？老师，今天我值日。你咋了这是？我是大圣。老师今天出门太急，眼镜没戴。啊？老师，你能看见我们吗？我肯定能看见。老师，你不知点名吧？啊？大圣。到。美丽。到。莎莎。到。好，人齐了，现在开始上课。体育老师，同学们，外面下雨了，今天结束了上自习，现在开始点名，喊到名字的同学答到。好，臭臭。校长，下路下路下路！大圣，自习课你打游戏，等会校长来你就完蛋了。哎呀，就玩一会儿。不听长辈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去你的！哎呀！那位男同学，自习课打游戏，你胆子挺大呀！叫什么名字？给我站过来。我叫武警。校长不认识大圣，不应该呀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叫那什么？你们班就你一个男生，学习成绩很差，叫什么来着？叫啥来着？让我好好想想啊。你们班的男同学，啊，想起来了，叫什么什么什么。不管你叫什么，你上课玩手机就是你不对。这位叫什么的男同学，你自己好好反思反思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